与民歌存在同一时空的是劲歌与劲歌。1970年代戒严时期，为了对抗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，行政院新闻局规定，电视台每播出15首歌，就要有5首劲化歌曲和爱国歌曲。不愿演唱指定曲的艺人，就会被处以禁唱或吊销歌星证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歌不能公开演唱，王者如文夏老师就有99首被禁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反共最前线的阿兵哥听了会太想妈妈，逃兵禁。而绿岛小夜曲说绿岛像一只船摇啊摇，影射宝岛台湾政局动荡，禁。奇遇被天使吻过的空灵嗓音，高歌橄榄树也不行哦，因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会令人浮想联翩。至于洪一峰，山顶的欧高兄被视为非常时期游手好闲在山上唱歌也不行，歌曲被禁理由千奇百怪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着整个沙漠，太阳牵着我。火车嗨唱热情的沙漠，一秒把台北小巨蛋变成万人 K 歌大包厢。但你很难想象，半个世纪之前，这首欧阳菲菲的招牌快歌，当年可是不能搬上台面唱的。我的热情啊，好像一盆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每唱完一句歌词，就要加个有点煽情的啊。或许现在听来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在当时保守的社会氛围下，被主管单位认定会让人想入非非，妨害社会善良风俗，不止啊啊啊被禁唱，公开索吻也很母汤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。1958年由英文歌改编的《给我一个吻》，动感十足，红极一时。因为太热情，被列入禁歌歌单。即使换成慢歌，只要情感太丰富，一律都不行。春风啊，那问题可能出在这一句啊。十七八岁未出嫁，想着少年家。很温暖的歌词啊。哎，可是17、18岁好像是求学的期间嘛，而且想着少年家，可能就觉得这个太煽情，那么不鼓励大家太早就动心动情。在警总当家的年代，甭管合不合理，只有长官说的永远是对的。歌曲被禁理由不一而足，只有更多，没有最多。快唱腔，轻快节奏，哈林庾澄庆重现宝岛歌王洪一峰名曲《山顶的欧高兄》，听起来欢乐洋溢。1957年，他就是靡靡之音。描写有钱少爷整天无忧无虑，只想谈情说爱，在全民共赴国难的时代可不行。就算无关乎男女之爱，光是想妈妈也不可以。妈妈
字一句唱着浓烈的思母之情，会让肩负反攻大陆、还我河山最前线的阿兵哥怀忧丧志。尤其阿兵哥若去做兵吼，啊，大家各种拢唱一段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，哎呦，袂使唱，你若唱了妈妈吼，你的伤心爱会走。1960年代，宝岛歌王文夏灌了超过1200首歌曲，有99首被禁唱，堪称禁歌天王。专心打仗的爱国歌曲总能播了吧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曲调婉转优美，歌词气势磅礴，享誉全球华人世界，但在戒严时期就是特别敏感。虽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虽不曾听见黄河壮，澎湃汹涌在国民政府都已经迁台，怎能容你梦回长江与黄河？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城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但禁歌数量多如牛毛，广播电台主持人怎么可能全部记得？要知道哪些歌不能播，其实方法很简单粗暴。有些电台就直接在唱片上就用刀子把它割坏，或者是拿一个签字笔把它涂成黑色或者白色，然后主持人你就知道这首歌电台规定不能播。当年因为政治立场或是思想左倾的歌曲是禁播的最大宗，任何可能引发联想的歌词都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乌鸦会，乌鸦会，是乌翁乌翠老爹。歌词写的是女子被男友抛弃，沦落酒家的心情。没关系，回下我都不再回。唱超过80年的台语民谣《雨夜花》，日治时代却被改编成进行曲，鼓励台湾人成为日本皇军，光复后难逃被禁命运。而这首歌登上黑名单的理由，只是因为一句歌词：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。七杀离别后，何与君再来。何日君再来被解读成何日君再来，情歌立刻成为汉奸歌曲。小夜曲这样的歌当年也曾经被禁过，为什么？他觉得说他这个好像不晓得在隐喻什么事情，好，然后有那种
好像在可能对当时的政治啊或什么啊有一些影射这样子。这些歌还被编进查禁手册，唱片出版前都必须事先送审。只不过你越禁，我越要听。更多歌手跃跃欲试，挑战彩虹线，曲风更大胆。笑笑笑笑，姑娘酒窝，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酒窝，笑笑。乡下的农村有位姑娘长得俏，呼个下个，呼个下个，呼个呼个呼个。青蛙王子高凌风招牌曲之一《姑娘酒窝》，因为歌词太露骨而被禁。他有个情郎住在对面半山腰，呼个下个，呼个下个，呼个。究竟什么样的歌会被禁，几乎没有标准可言。然而音乐人的创作都是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况，越想禁越禁不了，反而更添话题。继续流传下来，成了经典金曲。身处如今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随时可尽情高歌的台湾，或许无法体会当年的禁歌和禁歌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刀，是每个从校园走出来的民歌手亲身经历的人生。在那样的时空之下，就算出自顶尖学府的文青，也只能吟咏风花雪月。还好那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回忆了，又何必重提往事呢？我孤独的心等了好久好久，才能忘记伤痛，而如今你又再次出现，叫我还能再说些